盛典年度最具影响力全能歌手周深。有请周深，反身代词，终于发专辑了。每年都催深深发专辑啊，今年是带着专辑来的。有请深深。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你们好吗？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哎，感觉这个容，你的嗓子非常好，建议你可以当歌手。突然感觉这个荣誉的名字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吐槽我的感觉，感觉是无论是在电影的歌里，还是电视的歌里，还是在综艺节目里，全能看见的歌手周深。不过开玩笑归开玩笑，还是非常非常感谢 TMEA 能够给我这样的荣誉和肯定，然后我也很幸运可以在自己追寻音乐的道路当中遇到了很多愿意跟我同频共振的你们，谢谢我的声迷，谢谢我的歌迷。我也在大家的支持当中一直在向更全能的方向去努力，所以在这张专辑《反身代词》当中，我也在用自己的感受和自己想说的话参与到作词和作曲当中。我觉得我也很享受这种除了用唱歌这个方式，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去说话，去与大家同频共振。我也会继续努力的。然后谢谢大家听到我，谢谢你们看到我，我会继续努力的。希望大家多多听一下歌手周深，谢谢大家。让我们再次恭喜周深，请稍事休息。恭喜周深。今晚周深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大的舞台。对，深深自己自嘲啊，说这个全能是在不同的平台节目当中都全能看到他。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无论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周深都全能驾驭。全能驾驭。就像新专辑当中12首歌，12个不同的人格，大家可以去听一下。